退潮了，我又来赶海了。走，看看今天有什么收获。快看快看，在石头缝里发现了一个章鱼哥，哇，会变色的章鱼哥，哇，还不想走，哇，吸得这么牢。走了走了，跟我回家。哇，他吸着小螃蟹，哇，下面还吸着一个小螃蟹。走了走了，跟我回家了啊。收了收了，快看快看，发现了一个龙尾鱼，哇，还想跑还想跑，看我怎么抓住你。哇，好大的一个龙尾鱼啊，看看龙尾吧。哇，收了收了收了，今天回去做汤了啊。收了，快看快看，发现了一个大海螺，哇哇，吸得这么紧，哇，好大的肉啊。收了啊，收了收了，这么大的一个海螺，收了啊。快看快看，一个隔浅的大木鱼，哇哈，哎，漂亮，你看一看它的牙。哇，收了收了，这个烧汤红烧特别好吃，我们把它收了啊。大木鱼，哇，好大，收了。